今日開始文琪就係我哋心聲其中一份子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啲相處，互相合作。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合作啊！咁我份人咧就比較率直同埋衝動啦，有陣時講嘢仲有啲直接。咁未做完嘢，我又唔想收工喎，希望大家多多包容。靈珊，我真係要多面多謝你咁想識我。係，我真係非常之想識你，叫我 Alex 得。 其實我哋今日仲有另外一位新同事加入心聲嘅，佢就係顧晴天小姐。大家好啊，我係顧晴天，我諗大家都應該識我啦，以後多多指教。我係文琪啊，文明不如見面，希望大家以後合作愉快。我都好期待。阿文啊，帶兩位新同事去睇睇公司環境。知道。好啦，我哋都食飽啦，開工啦。好，OK。 其實我都唔肯定晴天會唔會嚟嘅，所以冇預早同你講。你唔會有黑 feeling 嘛？梗係唔會啦，晴天嚟咗，你就多個人幫你手。而家你有兩個咁有實力嘅機姐，我都好期待睇你嘅節目。我都希望佢哋會有火花，早啲好節目出嚟。咁我多啲時間去陪你。你話㗎？誒，文琪，Hi，好耐冇見啦！哎呀，你喺美國翻嚟之後，我都未有時間約你。大家都咁忙。Sorry 啊，你結婚件事，有時間再同你講啊。我一直有留意你嘅報導啊，寫得好好，今晚個獎你攞啦。多謝你啊！聽講你同 TTCA 個合約完啦喎，有咩打算啊？有冇話想同邊間傳媒公司合作啊？太多選擇啊，我都未有定案。你咧最近忙緊咩啊？幫心聲做 PR 咯。佢哋而家開緊一個好有 heart 嘅新節目，想一個有實力嘅記者喎。阿 Sam 一路喺度揾緊，但係你只要要求高，仲未揾到。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下。係啊，我諗下先。除咗今晚嘅卓越新聞獎，今年年尾仲有個巨星傳媒獎，咁多年嚟都未有人可以連下兩成兩個獎都攞晒。嗱，今晚個獎就非你莫屬啦。 我諗年尾你可以連下兩成。心聲嘅新節目真係有咁出色咩？或者你可以了解下外面對我哋頭兩集嘅評價。我好希望可以同你合作。仲以為你今日唔會嚟，我而家都係 Sam 心忙添。 以後我哋就會成日見啦，仲有好多合作機會。其實我都考慮咗好耐，但阿 Sam 叫我喺選擇放棄之前，要諗下有咩動力令自己留低，所以最後我決定嚟簽約。咁係咩令到你留低啊？有一個人你都識㗎，志軒啊！我好想佢同人講，佢媽咪係一個好出色嘅記者，唔係一個等人照顧嘅病人。 我諗佢聽到一定好高興。我有聯絡佢啊，佢都好贊成我加入心聲。咩？佢冇同你講咩？可能呢排比較忙，佢未有機會同我講。個傻豬可能真係知你忙，唔好意思啊。喂，點啊？幾時約我打機先？下星期。 心聲係咪冇你想象中咁複雜？我冇諗咁多啊，我就係諗點樣可以做好啲啊！你知啦，我咁耐冇做嘢，雖然咧我對身邊嘅事咧仲好陌生，但我唔想攞啲樣嘢嚟做藉口咯。有進步啊，可以坦然面對自己。你話噶嘛，人咧係要向前行嘅。行還行，唔好死衝爛衝。做得攰嘅時候咧，可以上嚟呢度唞下嘅。
係咧，頭先你見到我嗰陣，點解你好似一啲都唔意外嘅？因為我了解你。估唔到我哋做咁多功夫，都阻止唔到佢入嚟心聲。我低估咗佢，仲以为俾佢见到我惨，可以攞到啲同情分。咁又点算？由佢翻嚟破坏你同阿 Sam 个婚礼，到而家入埋心声，佢根本就系想同阿 Sam 越走越近。佢用乜嘢记得翻以前啲嘢？万一佢记得，冇得惊。我知道佢一日喺度，我哋都会有危险。咁我不如你冇乱嚟啊！我有我的方法，他入到嚟不代表他 stay 到。今天最好。顾晴天，你很快就会知道自己做错决定。使唔使贏得咁盡啊？你要俾我贏下，我先有鬥志繼續同你玩落去噶嘛。想贏咧，係要靠自己爭氣嘅。你讓下我唔得嘅。喂，老老實實啦，你擺晴天去心聲，係想等佢行翻條舊路，想佢記翻你哋啲嘢。我覺得咁樣做咧，有啲冒險咯。你唔係真係諗住重新訓練晴天做翻記者係嘛？點都好啦，放佢喺身邊，我可以睇住佢。佢記得翻又好，唔記得翻又好，至少我可以喺佢身上揾翻多啲線索，揾到我想揾嘅嘢。英國嘅朋友，你哋好 ！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務，而家無論係透過網站或者係 TVB Anywhere Plus 嘅應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睇到我哋嘅精彩節目。記得支持埋我哋嘅新劇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仲未係我哋用户嘅朋友，就快啲 scan 呢一個 QR code， 同我哋嘅同事了解最新優惠啦！Hello， 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你哋好，我系佘诗曼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收睇新闻女王精华片。仲有啊，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近新出咗一条专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J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嘅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